密码长这样，死掉了。没有，点开就这样。他全他没有用，他都没用手机。他没用手机，没有给他用手机，不是点开就只有这样。刚才给他来看的，这不是他的卡片吧？感觉就不是。你看这东西啊，你忘了是画物，就自己看不出个所以然。半身带回去吗？还有，我没有叫那个来。不用啊，车走路要带回去就要查，要查这个，要查这个卡片就要带回去。本所员警日前在超商内调阅他案监视器影像，正好从监视器即时画面中看到 ATM 前有一名外籍男子，不时边使用手机边操作 ATM， 以为诈欺车手，遂前往盘查。没想到恍然以为员警早已锁定埋伏多时，对卡片来源及提领的目的都无法清楚交代。经清查身份，发现他早被通报为失联移工，才坦承自己受同乡招揽而加入诈欺车手工作，而刚提领的信贷币29000元，也遭员警查扣，带案侦办。